天赋的孩子，早安。请跟自己说，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有上帝的恩宠遮盖我。我是蒙恩得救的义人，我已经因信称义，大大蒙福了。我是香香牧师，谢谢你和我一起祷告，因为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大有功效哦。奉耶稣的名，现在我要宣告上帝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诗篇34篇第八节，我们已经亲尝主恩的滋味，知道主的恩典真是美善，我们这些投靠他的人真是有福的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祝福，一早就饱得你的慈爱，使我们可以灵魂兴盛，身体健壮，凡事兴盛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宣告并且领受，我们在基督里拥有天上所有的福分以及丰盛的产业。神，你以恩宠为盾牌，四面环绕我们，我们以恩宠为外袍，全天里人们前来祝福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机会的门总是为我们大大敞开，我们已经大大蒙福，备受恩宠了。谢谢你向我们显明恩典，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我们当中，恩典和真理总是站在一起，同进同出，如影随形。当我们进入你真理的自由，就住在恩典中了。谢谢耶稣，你自愿舍弃天上的荣耀来到世上，亲自拯救我们。耶稣，你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祷告，要在我们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、人际关系上，都看到耶稣你的同在，看见你在每一个时刻给我们的恩典，好叫我们更多数算你的恩典。谢谢你保守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，住在你全能者的保护中，远离意外灾害、危险和死亡。谢谢天父保守我们全家，远离一切在世界上传染的各种病毒，远离一切的疾病和病痛，远离邪恶和黑暗的势力。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我们承认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相信耶稣，你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永远得救。我们期待圣灵你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得到天上预定我们要得的奖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Amen.